呢，我们就是相关的资料，每一次都会放在云端，好，所以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这边就有我这个有没有？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码，我会把每次上课我做的练习哈，通通会贴上去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担心有些地方会比较跟不上啊，你就自己再找一下上面，这等于是我提供给大家的笔记啦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修改，改成你要的样子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拿这个自己改成你要的这个笔记，OK 哈。然后上个礼拜重点是这样，我们是请 ChatGPT 帮我写一个 Excel 公式。